还有呢，我觉得，今天要干嘛？今天跟大家讨论的东西，大家都知道我们人类是从那个猿人进化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什么猩猩啊、猴子啊，反正就是变灵，就是灵长类生物那般进化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啊，现在冷气真的蛮大的哦。今天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啊，来研究一下杰森，这大概7年的时间，这个七年的时间进化了怎么样啊？对，进化了怎么样？所以我们现在看图，这边张第一张图，你们啊，现在还有这个图呢，还有这个、日期啊，2011年11月12号，这个时候呢是我还很瘦的时候，这个是我还没完全进化到现在这个形态，这个时候现在是幼年期，我现在这个时候，我现在这样子应该已经旧集体了，已经是旧集体了，这个时候应该是。才50几公斤而已啊，这时候才50几公斤，因为我的人生就是在上高中之后最瘦的时期呢是58公斤，对，58公斤，这个应该是我最瘦的时候，对，好，这是我们那时候2011年十一月的照片，对，已经算是七年前，对，七年前，我想一下七年前啊、七年前你现在如果是刚生。对吧？你现在是国三生，那七年前，你也只是个小二的小屁孩，哇，好惨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，哎，2012年1月啊，这个是我朋友啦，忘记马赛克，这个都是我跟第一他们，还有这个同学，这是我们国中同学，啊，我们去那个跨年，啊，然后当然是未成年饮请勿饮酒，不要这样做啊，大家不要这样做啊，不要这样做啊。这是一个不良的示范、哦、我们当初不应该买这个东西啊，买这个东西不应该买啊、哦。对，这个时候呢还是瘦的哦。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时候已经是高二了。对，这个时候是高二，我2012年的时候是高二，刚上一张给是高二的时候。对，因为表演了嘛，开始表演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已经是社长了。对，那现在的话就是你知道已经。不弹吉他了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已经不会弹了。对，这个都是我们2012年这个时候呢，这一张跟上一张、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就那时候还活得像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活得像个人。那我们再看我们下一张是什么时候？我们下一张2012年3月啊，这一张真的瘦，真的很瘦。这个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可以那么稚嫩，我真的蛮好奇怎么现在变这样子。为什么会变成这副德性呢？啊，这个是我一直蛮疑惑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我们再来看之后我进化成什么样子。我们再看下一张，哇，这一张啊，真的是帅啊！2012年4月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当初头发去找设计师，我叫他帮我剪成平的。当初那个时候头发斜的蛮好看，然后找设计师帮我剪平。剪平就变成这副德性，蛮疑惑的。但这时候还是很瘦，这个时候是在火锅店打工的时候。对，这是我孩子，哎，这个大概一样，还是在幼年期的时候，还是在幼年期。我跟你讲，我在从我从那个超进化到旧鱼进化，大概是花了短短一年的时间。我们再继续看下去。哎，这个就一样是表演的照片啊，对，就是帅一下。哦，这边来了，这个是，这还是瘦，这个还是瘦，但这边已经开始有点微微的小胖。你看这上面抬头是2012年6月，对，但那个时候这个是我们那个乐音社啊，就是那时候学长姐他们毕业，然后我们表演，然后那次表演然后表演的还不错，我们就去庆功吃一下火锅，然后当然这边也有一些学长姐，对啊，当然这不是全部的社员，这是我们其中一部分，一小部分。对，有表演的人去吃一下饭，大概这样。2012年6月，那个时候我真的是，假如我现在这么瘦多好，对不对？其实有时候人家说往事不堪回首，真的是不堪回首。哎，然后再来这边，2012年7月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站上了 The Wall。相信大家这边有玩社团的高中生，如果是乐音社的，大家都对这个人应该蛮熟的，好不好？台北的乐音社应该蛮熟的。对 ，The Wall。这时候是2012年的7月，已经是哇，将近5年前哦，不止了，6年前。当年这个时候
这首歌哦，看到这吉他手，我觉得很清楚。我们那首这时候在弹的是《Time Is Running Out》。好，大家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歌，自己去查 Muse 的歌，好不好？这个时候呢，也算是开始长一点点肉，可是那时候还没那么夸张，还没那么夸张。对，那个时候是，这个时候呢是刚跟我第一个女朋友分手的时候，大概分手了大概两个月的时候，我们就办惩罚了，对，我们就办惩罚，只是惩罚啦，惩罚，惩罚，惩罚。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惩罚啊，有，如果是高中生的话，如果你是国中生就算了，你就不用知道，没关系。然后这样是，对，然后帅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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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帅的。自己看自己以前的样子，所以觉得自己很屌，你知道吗？以前真的是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可以拿吉他然后上台，对不对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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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现在的话叫我上去弹，我就是，哦，不好意思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好，这张，这张，这一张，这个好像是要弹。看一下吉他手是谁哦。这个灌篮高手，这是灌篮高手。如果看我 IG 的人的话，应该都有看过我 po 过这个影片，灌篮高手的影片，灌篮高手的影片就是我们 cover 的。只是说我现在已经把那个影片已经典藏起来了，不让别人看了。那个就是我自己回味就好，就不用大家都不用一直看啊，就是试出一下，让大家听一下，看一下，意识一下就好。OK 的。好，再来，2012年8月。你看，这时候其实脸是有点肉，微微的肉，微微的肉，微微的肉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是第一他家，对，在第一家，对，第二家，居家。这是八月的时候，2012年8月，那时候还是真的是瘦，那真的是瘦。然后再来，哇哦，哇哦，哦哇哦，呜。2013年，对，2013年，这是我们高中刚毕业的时候，高中毕业的时候，我们就去那个跟我以前的高中同学，我们去台中玩。这个时候就是那段时间，然后有变瘦一点，反正我那段时间其实就是因为忽胖忽瘦，忽胖忽瘦一下，对，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年代，2013年那个年代。其实我不知道，好像那时候拍照好像有点流行调一些色调，什么阿宝色还是什么色哦，很多时候我就不能很莫名其妙调这样子的颜色出来，调这样子的颜色出来。我刚刚在找照片的时候，我自己都吓一跳，自己都吓一跳，好不好？这是一个 amazing 的照片，很 amazing 的照片。但是这个时候不得不说，瘦，真的是瘦，这个也是瘦的，我有点不可理喻。怎么可以这么瘦呢？而且还蛮帅的，我自己觉得还蛮帅的，因为我真的是不是蛮自恋，我现在是觉得我自己蛮帅的，只是现在只是胖了点，不是，是胖蛮多。然后现在外面车身真的很多，真的是很鸡巴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继续看下一张，2014年9月。哦，这张好像大家看看清楚，我们要放大一下，2014年9月。啊，为什么2014年照片就这么少呢？因为2014年啊，那时候是我大学的时候。那大学大一的时候，其实基本上我是比较没有跟我同学他们接触，你知道吗？大一的时候其实是比较孤僻一点，因为我在翘课啊。大家如果跟我比较熟的，知道大一是个翘课仔，是一个超级翘课仔。不会翘呢，一个礼拜有4天的课，4天满几乎都是满堂啊，对不对？我大概都是去学校大概半天。或是2堂课、3堂课，就那种连三的课上一下，或是半天，早上12点过完了回家，从来没有一天是认真待到学结束。所以我大一的时候基本上是有收过旷课单呐、啊，对，收过旷课单。那有一次在直播的时候呢，我有跟大家分享过，所以有时候有一些有看直播的人都会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啊，不没有看的人就算啊，不重要。对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已经开始有变胖，2014年已经开始有变胖。再来呢，下一个好，我记得是2015年，2015年开始就是恐怖的开始了，好不好？你看2014年9月是长这样子哦，那个就是2014年9月，那这个时候还是单身，还单身啊，单身啊，那时候已经是留长头发，也不是长头发，是留那种绑马尾的头发，
对吧？马尾像牛那种啊，所以那时候头发还在留啊，所以戴个帽子这样子。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还算瘦，看照片来说还是瘦瘦的，就是不胖不胖，真的不胖。那再来，哎呦哇哦，2014年11月，这时候头发其实没那时候就是没戴帽子的样子，就这么长，就是这么长。没错，我以前头发就是这么长，然后之后呢是更长，之后是可以整个蛋往后拉，然后绑一撮马尾在这边这种 ，OK。最近健身那个肌肉真的是有变大。OK， 2014年11月，这个时候，对，还有脖子。以前呢，你们如果看我最肥的时候，应该是去年的8月的时候。你们看我去年的影片，去年影片的话真的是个，去年影片我是真的很肿，就是完全肿胀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瘦了10几公斤，现在脖子已经出来了，脖子已经出来了。哦，已经有微的有肉了，开始有肉了，有肉，哎，有肉完之后，这个就是。对，那个时候的全身照大概是这样子。对，哎呀，好，这是我们表演的时候啦，我们在表演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戴，那个时候是因为头低啦，所以头发偏掉。这个时候在表演，好不好？音波大概就这样，就是啊，大二表演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开始交女朋友，对，那个时候，然后大概开始就忘了根源。2015年2月，这个时候头发已经开始变比较长。已经可以绑成像这样子，看到这一撮，你可以绑成个小马尾。这个时候呢，去吃跟对，就是跟之前女朋友去吃饭照片。这个时候呢，那时候好像在一起，所以说没有很胖，没有很胖，真的没有很胖。这时候真的是还好，就是开始长肉而已。这些时候都还算 OK 哦。但大家你看，我们都会有这个剧烈的变化。在2015年6月，这个也。就是对这边，我这个时候这边的肉啊，这边这两块肉已经开始长出来了，这边这两块肉应该长出来了，而且长得蛮明显的，这时候已经开始有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下一张，下一张，8月我们去垦丁，高雄的时候，这是在吃那个什么海之滨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看那个手已经有点肉了，肉的蛮明显，对，那只是。刚好是说这个角度看，感觉好像脸还好，但那个时候也真的算是就是跟现在比起来嘛，真的是还是差蛮多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，2015年9月，这张应该是比较角度问题，就是阳明山文化后山一样做一个后置处理，对，后置处理，阳明山文化后山那边，这时候还 OK 啊，2015年9月，这时候对，这时候跟上次一样，就是已经开始灰，有点肉了，但是其实都还是 OK 的。然后再来这一张。2015年10月，这时候我们去宜兰玩，这个时候就明显开始变肥了，有没有？开始变肥了，而且我以前看我以前到底有多白，我以前有多白，你看这一块就知道了。这颜色真的是白，真的是白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反正因为我跟你讲，我这段时间就是这张是角度问题，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我已经开始变胖了，所以说这个呢，这是大概全身照就变这样，对，大概全身照这，但这时候其实有再更胖一点点，色彩更胖一点。哎，看一下哦。对啊，在2017年1月，这好像我顺序有点排错，但是没关系。反正2017年1月啊，我们今天先看2017年已经变成什么样子。大家看，刚刚是两年前，最看到最晚是2015年，我们看两年之后，2017年1月是变这样子。这是第一生日那一天，第一生日那一天。如果你对，反正第一生日那一天，我们去吃享食天堂拍的。看一下这个，那我们就去看上一张，然后我们再回去看刚刚那张照片，这是他妈三小 ，Yeah，Rocker，OK，、okay, 这是怎样？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这个时候更，这时候应该是比现在还胖，那个时候应该是比现在还胖，因为那个时候是还没开始减肥，那时候还没开始减肥，对，然后再来。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排序有点出问题，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跳回2015年3月的时候的照片。那个时候呢，全身照是这样子。这个时候3月14嘛，大家看这边抬头的时候，2015年3月14就情人节啦，去吃饭了。那个时候拍全身照是这个长这样，这个时候这里也算是瘦，对，就是还可以，就是有肉而已，有肉但是没有到 CVD， 你知道吗？还没到 C， 不是 CVD， 那个时候只是叫 VD。小不一滴 ，little 不一滴，啊 ，little 不一滴，啊，
是2014年的照片，2015年的照片。你看2015年啊，这个时候已经头发那时候已经开始修了，因为知道有的人他不喜欢你留那样子的发型，那跟你讲，那你就是要改变，要改变，要改变。这还蛮年轻化，2015年6月，那再来这个6月18，你看这个时候，这是我有点站侧身，所以感觉上面这边感觉有点胖胖的，但是因为侧身，但是你看我这个腿可以证明一下。这时候这个腿呢是已经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现在这个是已经不可能拿到是这样子的腿，已经不可能是这样子。以前呢还能是有这样子的东西啊，现在这时候已经不可能，一辈子都不可能。我现在就是后悔，真的是后悔，后悔我怎么会变那么胖？好，再来这张，哦，好可爱哦，自己看都自己会吓一跳。那时候当初怎么会拍出这种这么鸡掰的照片，还这样子？因为他把那时候可能就是，你知道那时候还对被要求就是要拍啊、哦，要拍大概长这样子。2016年1月大概是长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再下一张，2016年12月，然后我们来看下一张，2016年1月，好，1月到12月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照片，看后面这个。很多人都说杰森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，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在我之前健身影片有一段时间我有放过以前的照片到现在。好，我现在跟各位讲原因，就是因为呢分手嘛。那这个时候我已经是单身了，已经单身了大概半年以上。对，因为对单身半年以上，那个时候已经单身，开始单身。单身之后呢就是开始吃，猛吃暴吃。一直吃12片酱，对，别怀疑，就是12片酱，吃到变成这么德性啊，好不好？然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不归路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所以现在我只能努力，努力，再努力，努力啊，真是努力。你看，这就是，这就是人生啊，好不好？所以大家也都问我，有一些问我说，杰森怎么变胖的？很简单。看完这两张照片就知道了嘛。这个时候是不是单身，不是单身哦。然后呢，我一旦变单身之后就变这样子。对，是的。大概就是这个期间，我就有点，就是有点暴饮暴，开始暴饮暴食，开始，而且是很严重的那种暴饮暴食，非常严重的暴饮暴食。所以就变成这样子。那你们看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一张是我们排序错误的地方？各位看一下排序错误的那张照片。2017年1月，然后刚刚我们做到是2016年12月，你可见我那十几天我吃了多少东西。反正那段时间就是我加速增肥的时间，对，所以就是这就是我的进化史。所以我的救急进化只花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真的是直接救急救急再救急啊！真的是从一个完美的小瘦子，完美的小瘦子，帅帅帅哇帅帅哇真的帅，帅帅帅帅帅哇好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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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帅的一个小瘦子，变到现在这样子 ，C 不一定，那就是 C 不一定，好吧 ，OK， 就这样子啦，其实我的进化史太多这样。反正这部影片很长，就只是听我讲一下杰森的进化史，就这样。OK， 好啦，影片就这样结束了，拜拜。